现在在全球独领风骚的女神卡卡真的是越怪越红，很多人觉得她是马丹娜接班人。而现在还有一项新研究指出，卡卡她恐怕不只是马丹娜恶女派接班人，其实他们两个人还是相隔九代的远亲。这是你认识的百变女王卡卡，而这是引领80年代女性性自主的马丹娜。现在有研究指出，两个人其实 DNA 来自同一家也。这是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科普专家查尔德调查，卡卡可能不只是马丹娜的粉丝而已。追查两个人都是意大利裔美国人，也都有法国和加拿大血统，于是网上追溯了九代，据说赫然发现两个人有共同祖先，就是17世纪的农村夫妇。You've been compared a lot to Madonna.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comparison? Do you resent it at all? Or? No, it's cool, Madonna. I mean, wouldn't you rather be compared to Madonna than any other female pop singer? Yeah, definitely. If I was she's the one. Very, very bad, bad girl, Gaga. 其实马丹娜和卡卡真的很像，两个人都念天主教中学，都认为音乐和时尚是生命。马丹娜有圆锥内衣，卡卡不但有，还要会喷火。身为恶女派最佳接班人，卡卡的恐怖和美感也越怪越红。Twitter 粉丝正式破1000万人，创下了微博史上第一纪录。开心的她不止留言说：“快说不出话了，我真的爱死你们了。”恐怕还会来上这一句吧。Cause God makes no mistakes, I'm on the right track.